感恩青春短短，洗来洗去，感情定定惊浪费。丢丢也几落年，好也歹也，健康伴病，有真的人惦在身边，才了解。分袂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今天10月29号，对，十月份的尾巴了，带大家挥一下。今天礼拜六哦，农场天气算是阴晴哦，阴晴哦，还没有下雨。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福寿山农场的鸳鸯湖哦，鸳鸯湖畔的，你看。鸳鸯湖畔现在真的就是很缤纷灿烂，然后，早上太阳还没有照下来，哦，所以看起来阴阴的。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看到太阳，然后来看一下，哦，后面太阳都已经照射到，不过刚好在合欢山的方向，现在是好像在下雨哦，整个乌云密布哦。但是我们这边其实是好天气的哦，来看这個，哇，你看早上那个山的。那个山的能线那哦，真的很漂亮。因为早上的光线哦是斜的哦，所以它可以把山的那个零零角角啊照射的出来哦，就是零零角角的那个阴暗面会非常的立体哦，非常的壮观这样子。对，现在大概东半部都是在下雨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可以看我们中央山脉的右边。我们右边是中央山脉，左边是雪山山脉。那现在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，哦，的另外一边，哦，都是云啊，看起来都是在下雨哦。那我们农场刚好在雪山和中央山脉的中间啊，之间啊，哦，刚好这个山脉把这些云都挡住了，哦，那些雨都没有，雨都挡住了，哦，所以这边是好天气的。但是太阳能不能照射到我们农场，这是可能要到中午一点的，因为现在 东部的部分都还是乌云，啊，因为对面的山比较高，对面的山都3000多公尺，那我们农场这边是2200公尺，这边的太阳可能要再晚一点，晚一点在比较中间的时候才照得到，不然现在的太阳，我们农场这一个区域的太阳是被云挡住了。对哦，透早小编起来的时阵，为合欢山过来吼，有遇到下雨吼，合欢山现在在下雨。来，我放大一点，让大家看清楚一点，现在的风况如何？现在鸳鸯湖的风况真的就是七彩缤纷呐，吼，真的是七彩缤纷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蓝是什么？蓝是我们的福寿蓝吼，所以你在我们鸳鸯湖步道散步，然后欣赏枫红的时候。你可以往上面拍，往天空的方向拍，可以拍到蓝天，哦，所以这样拍起来的颜色就真的是七彩的，哦，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了。哦，差不多哦，这边因为小编一直讲哦，鸳鸯湖是十月份是赏枫期哦，鸳鸯湖的枫叶是大概十月份开始转色，今年比较晚，今年真的是拖很长的时间哦，通常这个时候。10月29号的大部分的枫叶，鸳鸯湖大部分枫叶都掉了齁。哦，你看像这一棵就是，欸，不对，这棵是樱花。看那个满地落叶，那个是樱花树。来，那白杨木的话更早，白杨木大概8月底的时候，就开始落叶，9月初大概就落的差不多了。那今年哦，都往后到10月份都还没有落光齁。有啦，看下面那个，看那个步道的部分就知道哦，落叶的情况，比预期的好很多。虽然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的关系哦，外围环流的关系，都还是风稍微强一点。对，台风外围其实扫过来的话，山上是冷的哦。这个，因为海拔的关系，哇，满地落叶，来看一下。你看那个下面那个红色的，这个是紫叶枫，哇，这个就真的是秋风扫落叶的，
哦，地板上满满的都红色的落叶。哦，现在去拍应该很漂亮。哦，这个这颗最严重啊，因为这边刚好风会靠掉，风会吹到这里，有没有？最左边这一颗地板上满满的红色落叶。哦，这个就是秋的诗篇啦，吼，农场秋的诗篇，很缤纷，很灿烂，很层次很丰富，但是就带着一点点秋天的感伤，然后因为叶子掉下来之后即将进入冬天哦，所以秋天常常让人家非常多的思绪，然后看着叶子掉下来，哇，虽然很美，但是多了几分的惆怅。不过大家来农场的话就放松哦，因为那个什么春去春会来哦，花谢还有花谢还会再开哦，一样我们的枫叶哦，一样就是掉落之后明年隔年的春天哦都还是会再继续的长出来哦，继续的绽放它的美丽哦。所以现在是最漂亮的季节哦，就不要错过了。那现在每一天每一天的景色都不一样，小编常讲秋天在农场每一天，甚至你早上拍的景色和下午拍的景色都完全不一样了哦，它变化速度很快。哇，现在看到有风在吹的哦，这个风在吹了，哦，来，然后让大家再欣赏一下我们鸳鸯湖的风情哦，有没有讲我们秋天的风情啊？风情的那个风字是枫树的枫，哇，那颗掌叶枫好梦幻啊！今天就真的有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冷了哦，又风又在吹哦，非常有秋转冬的感觉的哦哟。大家上山记得要穿保暖的衣服啊，怕冷的你要穿御寒的衣服啊。那小编常讲的那个三宝啊，就是毛帽啊，就是帽子哦，围巾和手套，请务必要戴着哦。这时候上来可以拍出一个非常有感觉的冬天的景色哦。所以你冬天的装备啊，可以准备一下啦，上来赏枫的时候就带出来吼，拍着美美的网美照也非常的不错。那飞过来的话，可以看到下面是我们的收费站吼，下就是我们长埠区的收费站，现在在施工，就是我们收费站要，对，我们收费站要变得美美的吼，之前那个很像槟榔摊的收费站吼，即将要淘汰的吼。不过因为在施工的关系，所以路口的动线啊会比较压缩到，大家进来的时候请小心慢行，注意行人哦，然后排队入场哦。对哦，我都这个工程从去年做到现在，也不是说从去年做到现在，就是因为一些关系，所以它延迟了哦。那其实我们最不希望他在十一月份施工，结果还是到十一月都还要施工，就跟大家说先说声抱歉呐。所以大家到农场的话，入口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排一下队，然后注意行人，注意动线。来，飞过来是松乳的枫红要到十一月份，目前可以看到已经开始有一点在转色的动作了哈，尤其是树梢的部分哦，那颗已经开始变黄变橙了。就是黄橙色哦，那再冷一点的话，它会变哦，这个就变红了哦。松乳另外一边这边就很明显哦。那松乳的掌叶枫它变色前哦，会有由绿转紫哦，因为它绿叶绿素和花青素混合的，就是它叶绿素会慢慢的退掉，在退掉的中间，它是绿色和红色混在一起，所以看起来是紫红色这样子，深紫色这样子。所以你只要看到松乳的叶子开始变蓝光欢欧啊，就是开始有点变黑紫色的时候，深紫色的时候，就代表
他的赏枫期要到啦、啊。没错，看起来今这几天的冷有够力了齁，开始要转色了。好，太阳出来照到我们的鸳鸯湖了，早上的阳光照射在枫叶上面是很漂亮的，尤其是小编很爱拍的逆光拍枫叶的时候、哦、那整个枫叶颜色啊、哦、它的颜色呈现的饱和度都非常的美。那这边是鸳鸯湖的景观看台，这边现在是鸳鸯湖的最佳拍照景点哦，请大家有来逛鸳鸯湖，除了欣赏美丽的枫叶之外哦，不妨走上来，中步道走上来欣赏一下鸳鸯湖的看台。那其实从看台这边还可以陆续走过来，后面有一个步道，这个步道就是松林步道哦，因为它沿着我们鸳鸯湖畔的这个松树林啊吼。欸、这里是哪里大家知道吗？哦，松林步道的旁边其实就是我们的直升机场，有没有个很大有一个 AA 区、哦、那个就是停直升机的位置、哦、用空拍可能感觉没那么大、哦、但是那个位这个停机坪其实是蛮大的，曾经有三架直升机停在这个停机坪上面，三架还是两架？三架的样子，我没有记错的时候是三架，那是超厉害的哦！你不要看那一个方格哦，那个方格可以停三架直升机哦。那个会这样停的哦，大概只有一种直升机敢这样子停哦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海鸥直升机。我们说海鸥其实就是那个是海军的直升机哦，因为海军它要停在那个船舰上哦，所以它停的都要非常的准哦。好的，有空再跟大家讲，这个是曾经的有一段故事。然后沿着松林步道绕过来就是我们的雪山之丘，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变色的这个不是枫树，这个是樱花树哦。就是要带大家看一下，除了我们的枫树的话，现在我们农场的樱花树它也在变色，也是相当的漂亮。尤其是这一片因为它是在山头上面，它会受到风吹啊，所以它这边的樱花树变色的程度会非常的漂亮。不过因为这几天的风真的蛮大的哦，所以大部分樱花它的叶子一变色，隔天就是落叶，一定就落叶，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个，明天可能就是剩一半哈。来，很漂亮的草皮，不过即将入冬的这些草皮其实，被霜打过之后就会变枯黄色了。有没有很漂亮？太阳出来就是不一样啦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新建宾馆，新建国民宾馆。然后右手边的是我们旅游服务中心，哦，其实农场厂区的范围说大其实也不会很大，我们开放逛就是大家可以逛的部分哦，说大也不会很大，但是其实还蛮细致的，可以放松脚步哦，慢慢的品尝。哇，你看这个晨光照射在我们的苹果园上面，好美哦。超级美的哦，对，这下面这个是飞雪亭哦，飞雪亭。小编说，如果你来不及去天池欣赏日出的话，可以来飞雪亭这里欣赏日出，就是像这样子哦，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苹果园，然后太阳从对面的酸山哦升起来哦，有时候对，是酸山那里升起来哦。好啦，美美的农场分享给大家，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嗯，看远方的山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迷人。今天礼拜六了，大家不妨抽个空上山走走，欣赏一下山上的秋天景色哈，尤其是枫叶现在正美丽。先给大家打个拜拜啦，祝福大家都周末愉快，打个拜拜。超级美的。哦，不过现在依然应该在下雨，这边垭口过去全部都是，虽然垭口过去全部都是云啊，希望台风不要影响太大，大家拜拜。